上面舞蹈。那这个表舞蹈的那个节目呢，其中舞蹈节目是由黄新仁黄老师来指导。那我们请我们的表演的这个医师以及夫人们来上台表演。欢迎沈振宇医师，还有我们的谢景明医师夫人吴金龙小姐。OK。我们现场高敏玲师爷来到我们现场，我们非常欢迎他。真的是完全的是不一样，跟我们平常大家认得出他是谁吗？我心跳的终于来到我离开十八年的所在乌家坡了。心内底想的拢是我的安那达温波川，唔知人即马过了安怎？咦，头前有一个高娘，看这形影应该是我的波川小姐，带我去头前观看来。请问高娘，敢是温波川？宝川，我就是你阿哪达，幸亏啊，我回来啊，我回来找你啊，因为我伫遐思念，上爱的也是你啦。一个人，一生。
我其实写了回文嘛样，也唔够你放心。公主虽然得着我的人，也唔够你永远得着我的心。这嘛是为着国家，我嘛是公民中的代志。等下我了明要走，要走之前，我会使加斟几撮 ，Kiss me and say goodbye。沈振宇医师，不知道沈医师这么厉害，我以为在哪边有兼差这么强。啊，从以前清凉的被贵三冠的西饼爷，再变成那个西班牙青稞王子哦，真是厉害。那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贵宾哦。那我们刚到的一个我们的邱俊宪邱议员，还有我们的高敏玲议员。
那还有我们管碧玲立委办公室的主任孙少秋先生哈。那另外我们来的贵宾，在我们医师工会高雄医师工会很好的朋友哈，就是陈志明哈，我们前高雄市高雄地方法院法官，现在是政雅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哈，陈志明法官啊，一个律师哎，还有我们的海钓处副主任的钟达正。接下来我们还要再继续进行我们精彩的摸彩，这个摸彩大概我们的奖品有非常非常的多哦，由各个单位所提供的。那么我们进行了这个阶段的这个摸彩啊，都是各单位所提供的。那同时呢，在摸彩的同时啊，也请那个我们下一个表演的节目邓树林律师在舞台旁准备啊。那这里呢，由我们那个高雄市医师工会提供了四个奖项啊。那我们请我们高雄市医师工会啊苏荣茂苏理事长上台，我们摸出四个幸运的医师。好，我们欢迎苏理事长啊。